那你要介绍一下你的保龄球。好，准备，预备，Go！啊，零分，起钩了。哇，这样是还有三根。哎，再把那三根打完再来摆啊。地狱保龄球大赛，嗯，这里还有很多小只保龄球。我飘向北方，别问我家乡。这里不行唱歌。古老的城墙。这里不行唱歌。挡不住忧伤。为什么不可以唱《飘向北方》？因为要专心唱。因为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爸爸要专心看哦。我需要底下收来收。爸爸你。好，换我吗？嗯。噔噔噔噔噔噔。荧幕保龄球，嘿！我打到三个，啊！全倒！啊！你怎么打全倒了？真是太强了吧！对，我以前，我都有练习过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去学校的路很久没走。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追求，嘿，哇，打到意义的屁股。